好，不过现在这个 H1N1 新流感的疫情哦，在欧美地区蔓延开来，虽然是还没有在亚太地区流行，不过呢，防治流感的特效药的主要原料之一八角，现在的身价已经狂飙起来了。那么八角呢，在广西的产地将近哦，就最近来说，价格大幅的上涨，每吨的价格每一天哦，上涨好几百块钱人民币。那么市场是已经有囤积的情况喽。那么治疗特感药的药效，这个克流感主要的原料就是芒草酸，芒草酸呢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八角了。2005年禽流感爆发的时候，这个八角的价钱就曾经暴涨过。现在新型流感疫情再度搅动了广西这一带全球最大的八角市场了。好，另外。